今天打开游戏就发现这个，太扯了吧！天哪，而且还做这么美，那就重点就直接是你啦！限时晋升记录，啤酒席别墅限定，限时晋升记录别墅19级，哇！重点就直接是你啦，做这么美。也就是我们的19级别墅升级限定啊、哦，也就是限时精选记录这样子。那我今天打开就那个就跑出来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那重点就那个好了。哎呀，我哪卡一下？美女不要吵。所以啊，哎，有人攻击我。是不是有人又打我的珠宝啊？为什么我们的珠宝叠这么多？低着头，期待回转，听说是有点幸福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啥嘞？钻石啊，钻石是什么？快放开我的首领啊，大大！欸，我觉得他们很奇怪，就特别喜欢抓我的。整个就不爽了。哎呀，不要抓我的首领啦，真的很烦呢。快放开他哦。欸，所以不有放他是不是会被处决掉啊？然后处决掉之后还要几天才可以复活，对不对？好笑，所以就这么有趣。欸，可是真的很容易被陷害耶，就跟我以前玩过一个很像，也可以就是陷害别人的感觉。所以要给他赎金。欸，双十节，这有点想讲这个呢。